以前啊，他倒提起过，想搬到牛府大院来住，但我没想到这一回，他真的就住进来了，而且好像还有点来者不善。他点到为止，提到了后院。我早就跟你说过吧，那牛府不安全。现在知道了吧？ 牛府还是安全的。行了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嘴硬？苟富贵带了多少兵进的院子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要动手？走，你带我进牛府，我要见兵工。哎，大妹，可不敢在牛府动刀动枪的。如果那样的话，牛府就暴露了。 所做的一切都全功尽弃。小二，结账啊！太可爱了，拿回来。好好好，哎，好嘞。大曼姐，小强，别大曼，他又不要命，他找回来了，咋的？都怨你，丫一个人照顾这一院子的人，忙。 过来呀！你看你回来就好了，你看你们聊着，你都瘦了，真的。就说你吃的不少苦，对，没有没有，你辛苦了，大妹。您的挺好的，好好好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小姐姐，谢谢啊。大曼姐，还是回来了。别进来了，走走走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可是回来了。禀国，突围吧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 我先去找郑强，咱们里应外合，冲出牛府，先转移到王云村营地再说。情况太突然了，把我们的计划全都打乱。哎呦，哎呦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前日雍进来好多兵。哎呀，能打仗吧？准备战斗。是。好，兵工同志，你带着家属队，我们掩护你，好吧？ 来，哎，不，徐松让我转告兵谷大姐，就说恳请你们千万不要行动，谁都不要动。徐松的前辈会有办法的，你们一定要相信他，一再一再的恳请，千万都不要动啊！什么意思？他不是又要举白旗吧？大曼，别急。他还说什么了？没别的了，就一再恳请你们，谁都不要动，就在这待着，我得赶紧过去了啊！我走了，哎呦，哎。 这徐松什么意思啊？去看看去。走走，大家带你去。走，大家小心啊！请留下，别冲动啊，大曼。大佐，你一定要阻止他。 就是为了你那两箱子财宝来的。站下！站下！站下！你这是干什么啊？老子还没死呢，在外地方还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。他娘的，离死不远了。这是团座，给我吐崽子！那咱们就老账一笔账，一起算。 安总，您就算是打死我，他们也不愿意。造反！你们这是造反呀！啊，哎，输得起呢，把那输得起那个王八蛋给我叫过来，看看他是怎么管束你的部下的。俺们现在听命的是盯着他，啊，东西藏哪儿了？ 叫出来吧，要不然你就真没命了。团座，破财免灾吧。
知道他们在哪儿，团座，怎么，你又信不过我了？哎呀，那是我的全部的身家呀！要是没拉脸，我后辈子可咋活呀？哎呦，团座，但是我今天如果没有把这财宝藏起来的话，你今天可能就没命了。你想想，如果那个小连副搜出你的这个金条财宝，他还能让你活着吗？哦，这么说。你是有先见之明，早早的就藏起来了。反正钱这个东西啊，它就是个杀身祸根，所以我把它给藏得更隐蔽了。你扯球大吧你，还真以为老子是个憨憨啊？不识数啊！那个金银财宝不是你藏的，要是你藏的话，怎么还把那个两个弹药匣子放在外儿？我知道你藏的是什，你藏可是共军的家属队，哈哈，逮不住他，让他们走，赶紧让他们走。团座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还告诉你，我是对你网开一面的。你要如果不识相的话，那也好办，我就派人把这个院子团团的围住，进不可吧？好，我给他断水断粮，我也饿死他们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团座，我只是个救人的军医，我在战场上救过你的命，他们。救过我的命，只是一些孕妇。我郑重地恳求你，你能不能今天撤出牛府一天，就一天？您就当是救我一条命，也是救大家一条命。不行，我不能撤，我就在这个院子里盯着你呀、先把我的金银财宝给我拿来。然后天一合，让这帮共军的婆子赶紧走，没商量，执行吧。哎，我说的没听明白你，说话呀！哎，就按团座说的办。这样，我待会儿马上把您的财宝全都给您拿过来，完璧归赵，您看好吗？说话算话。那这样，我马上叫人去准备酒宴，
为您接风压惊，并表谢意啊。接风压惊谢意，不就是要喝酒吃饭吗？那好好喝喝，你我看行。徐松啊，你呀，快去办吧，快些把我的那些金银财宝给我取回来，我才放行。啊！石头，对，两大箱石头和牛粪，后来他们特别生气的走了。雪明，去把孙志坚还有尹秀给我叫来。是。他们没有找到想要的东西，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们要找什么呀？你先别问了。大曼，情况更加紧急了，徐松也有危险，必须和外面的正强给接应上，准备连夜突围转移。大曼，你没听见我说话吗？我还是先掩护你走吧。这个时候你让我离开队伍一个人走啊？没关系，我送完你马上回来接应他们。大曼，我不是和你说过吗？敌人现在还不敢置我于死地，即便是会有万一，哪怕最后我牺牲了，不也可以争取一点时间让你和郑强做接应吗？你不能牺牲，我跟王司令员保证过，保证过你的安全。可我也保证过必须和这帮姐妹们一起安然无恙地抵达大后方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来不及了，还争什么？快去，快去，把门关上。雪明，孙志坚呢？没找到他。尹秀，过来。金子是怎么回事啊？那天我和孙志坚还有大脚婶儿，我们发现了两个弹药箱。一开始我们以为那是两箱炸药，后来这个我知道了。为什么听大曼说，现在那个金条的箱子里边全是石头，还有牛粪呢？哦，孙志坚说，发现了金条都归咱家属队。别跑了，你赶快给我回来！孙志坚，孙志坚，孙志坚，别跑！你全都给我，赶快给我，快一点！箱子在老地方，你自己个拿去吧。别编瞎话了，我需要你现在就交出来，快点啊你！你真想拿回去啊你？啊，给他两箱子石头加牛粪，那就是客气的了你。你在这儿开玩笑？你他妈别捣乱！你会？谁跟你开玩笑了你？啊，你自己想办法蒙混过关吧。你傻不傻？你说说你啊，真金白银的，你还舍得拿回去啊你？我操！你们还给我！我掐死你！我。孙志坚，你先交给我，好吧？你先交给我，回头咱们再想办法给他扣回来，到时候还放你这儿，好吧？现在不把金条交给他，他见不着金条，这个人过不去，过不了关，你知道吗？乖，小水啊，快点！吃到嘴里的鸭子，你还让他飞了？耍赖！你耍赖！闭口！闭口！耍赖！闭口！闭口！闭口！耍赖！闭口！闭口！孙志坚，哟，敌人有两箱的金银财宝被孙志坚给藏着了，我现在急需他马上就交出来，好去应付敌人。他不给，别着急，徐医生，你怎么回事？徐医生需要，你为什么不还给他？哎呀，不是骗我，那可是到了嘴里的鸭子，那就飞了。我可要批评你了，我早就告诫过你，那些金条是徐医生用你和敌人周旋的武器。不是你这么做，不但会让徐医生陷于被动，更会让我们大家都暴露。你，大脚婶，林秀，去把金条拿来，动作快点。你是。是。不行啊，冰虎，怎么你？我跟你说，咱们的关键时刻能用得上啊你？不行了，冰虎，你得听我说。冰虎，大曼，大曼，徐医生，哎，徐医生，
前院封死了，还有没有其他路？啊，怎么，你要出去啊？我不是让窦大姐转告过大家，希望大家都不要离开吗？我得出去想办法找郑强接应大家突围，所以必须得走。哦，这样，好，那我马上让那个哑巴给你带路。哎，春英来。心也散够了，该回去了吧？那金条肯定就在牛腹，一箱牛粪，这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，一定在。连长，我死了以后，要是能埋在这亡灵村，那也就死而无憾了。这真是个埋人的好地方，你看看，他们把每一个死去的人都埋葬得那么好，仔仔细细地堆好每一个坟堆。坟堆前竖起墓碑，每一个墓碑上刻的字都那么仔细。福兄，咱就别说这墓区里头了，啊？刘红，只要是个人，到最后都难逃一死。咱现在还活着，咱活着不就得想咱活着的事儿？钱、房子、媳妇儿，咱不能老想这不吉利的事儿。这绳子可以翻墙用，干嘛要打成火把呀？难道我们突围还要用火把呀？那我们不是掩耳盗铃吗？这个火把是轰牛用的。轰牛？我们武器有限，必须因地取材。牛家不是有一屋子牛吗？我们就用这个火把和牛来布一个火牛阵，在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用它们做掩护。火牛阵，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全是敌人，情况非常严重。事到临头了，大家也别用慌张。大曼，天一黑的时候，你就跟着哑巴走。你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。这些绳子是到最后关头翻墙用的，这些火把是用来轰牛布火牛阵。翻墙？不行，翻墙太危险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会尽一切努力牵制敌人，保证你们从正门安全撤离。尹秀，到。大脚婶，到。你们配合兵工同志，掩护大家撤离。佩娜。兵工同志，我想好了，我出去以后会让银翠去直接找郑强，我会一直盯在院外，随时注意敌人的动向，配合你们突围。大曼，要小心。大家都要小心。来，我帮你们搀火把。好，继续准备吧。我去拿酒。
财物全都拿来，全都在这儿了，完璧归赵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是我的宝贝，哎，是我的宝贝，哎，这第一步啊，你算是做到了，哎，接下来第二步呢，天一合，马上让那个共军的破衣们走人啊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哎，这一切我全都安排好了啊，团座，那就入席吧，喝酒。哎，走，走。哎呀，你行啊！我看人是很少看走眼的，输得起的位置乃至更高的位置，应该是你的。穷人家的苦孩子相当有闯劲儿，这一点我相当的清楚。跟着我。好好干吧，是，属下一定尽力为处所效力。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牛家院子，你给我听着，他们轰人，你抓人，抓我需要的人。他们轰人，我抓人，抓你需要的人。这是咱们当地最好的酒，来，团座，为了一个圆满的结局，干杯！好，圆满结局，结局圆满，干！啊，好酒，好酒！哎，慢上。什么？一切线索都指向牛家大院了，那你还等什么呀？下宫镇三团不都归你指挥吗？命令他们，赶快把牛家大院给我团团的围住。郡主，围住解决不了问题，要是把他们逼急了，他们就会拼死一战。郡主，您要的目的不是要跟踪吗？只有让他们动起来，我们才好跟踪啊。我和狗团长已经计划好了，由他去轰人。对，他现在已经去了。那就催他快点，越快越好。记住了，密切的注意，只要他们人一出来，就紧紧的给我咬住。无论如何，这条大鱼不能再脱钩了。我顶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。这次无论如何一定要成功，你记住了没有？是。叫刘红。哎，报告长官，属下刘红报告。你跟丁处长什么关系啊？啊？什么关系？那他竟然给你弄了个火线提拔，晋升你为三团团长副官，配少校进衔。也就是说，在本人担任代理团长期间，你就是我的副官。罗参谋，我这不是在作弄。你经常做升官发财的梦吗？哎，做过一些，可最多只是做到连级。这一下成了您的副官了，团部副级，这
这个闵志孝认君作当干爹，你没认丁处长当个啥？咱哪有那么大福报？那他竟然通过国防部直接干预，让你连升三级。老三吧，啊，这么说，这事儿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我已经接到电令了，你的委任状随后就到。是，属下一定誓死效忠党国。你虽然是我的副官，但你别忘了随时向你的丁处长汇报汇报情况。哎，属下一定誓死效忠罗参谋。就这么地吧，我这儿现在没你的差事，你还是继续留在舒德启那里吧。等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会叫你。嘿，罗参谋，去吧。罗参谋，去吧。是，那属下告退。酒又没了。哎，咋办呢？接我来家属队全都撤离吗？不，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你咋安排的嘛？春燕，这个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反正。一切都由我来扛住呢，啊！这么大事儿，你一人扛得住吗？你非得扛住，你就放心吧，一切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先把这个接风宴办好再说。按照咱们说好的来。给我接刘副官，新任命的副官刘洪，快！是刘副官吗？我是丁光旦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客套话就别说了。黑司令已经采取行动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不知道？娘的，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，共军家属队今天要出动。肯定在下宫镇，具体在哪儿，他没告诉我。你给我盯紧罗参谋，他的责任是负责把共军家属队轰出来，不抓人，而你见机行事。共军家属队一出动，你就给我把董兵抓住。你听好了，我马上会赶过来。一旦抓到，我们就连夜撤走，去南京。我保证再给你连升两级，挂上校军衔。哎，多谢。承蒙团座厚爱，让我又能在医院行医，今此我真诚的再敬您一杯。谢谢团座。哎呀，用不着这么客气。说到底，你还是我的救命恩人了。咱们现在都活成一家人了，这一家人哪那么多客套话了？喝，
按说啊，团座现在身体尚未痊愈，是不宜多喝酒的。我这个做医生的，理当劝阻。哎，咋能活得那么仔细呢？你想想，前些日子输得起设宴赔罪的时候，那不是也喝酒了吗？而且喝的还不老少的。哎，有剩事吗？剩事都没有啊。再说了，我的旁边还有你这个神医守着，我怕什么？有什么酒我都敢喝，喝多大的酒我都敢。来吧，喝。团座真是好酒量啊。哎，兄弟啊，哎，老哥有的时候说话直不讲理，你呀多包涵啊，包涵。团座，那些不开心的啊，我都记不住，我只想现在高高兴兴的，请您再好好的喝一杯。好嘞，走。哎，哎，说吧，咱们这个当兵的听命，那也是没法子的事情。今天晚上，我不管是喝醉还是没喝醉，我都早已经醉了。现在的事情，将要发生的事情，你也是一概不知，记不得了。我只记得一件事儿，我些个人天黑以后赶紧让他们走，走得越快越好，越远越好。没有商量，明白吧？啊，明白，团座，我一定会安排他们离开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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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团座。哎，团座，菜不好，您将就。多贤惠的弟妹啊，兄弟，你可真是好福气啊！这么好的弟妹让你给找到了。弟妹，一会儿到我的这个宝贝嘴里头，瞧上点儿啊，珍珠项链、黄金的耳环、首饰，还有玉的那个镯子、戒指，随便拿，想拿多少拿多少，我有的是，我不在乎，拿吧。韩座，您客气啥呀？您都住咱家了，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了，啊，您甭客气了，好好吃啊。这话难听。一家人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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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家话，好好喝喝喝喝。谢谢您那么大方。嗯。啊，谢谢团座。弟妹，坐下，陪老哥哥喝上几杯吧。啊。那个春。啊，我那儿还有一个菜，给您上齐了再来陪您。哎，好，快接下来啊。哎，兄弟，来。几杯了？没数了。没事，多少只要咱高兴都能喝下去。来吧，干杯。喝喝喝。刘姐姐，等我一下，我再回去嘱咐一句话。大脚婶，你和孙志坚换一下位置。你们要互为依托，进则一进两退，退则两退一组。好，站好吧。后面的家属队我来安排，能跑的和不能跑的一定要搭配好。
尝尝。弟妹啊，来坐下，陪上大哥喝上几杯吧。哎，陈英，行了吗？行了。哦，来，您坐。陪团座坐，好好喝吧。哎呀，团座难得今天这么高兴，咱们就陪团座喝个开心。要不然，咱喝个痛快，咱换大碗好吗？大碗。啊，今天我跟春英，我们真的都特别高兴啊！从此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杯中有酒须尽欢了。团座不行了。说错了，你说我不行了。你才不行了呢！男人永远不能说不行，只能说行行行，特别是当着女人的面。小杨子，到。大碗伺候。是。团座，俗话说，宁和男人动手，不和女人喝酒。你要是不行，就别勉强了。我算是听出来了，你们小两口啊是联合起来比低我呀！我倒要让你们看看，哎，你狗大哥喝酒行是不行？轰轰的，啊，那是不是大曼姐和郑强来接应了？呀，好，大家准备往外冲。李秀、孙志坚，是，按照刚才布置好的阵型，打头，侦查，是，跟我来。大家一定要冷静，准备好了吗？走。